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 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，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，都是废物。 信什么狗屁如来？不如我自己来。既然未来，为何不拜？ 也被那老贼抓到了。这大包
比这些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！顾某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一起上，先杀出去再说。众生之苦，多以恶聚力，法术。不要我说。 杀得更畅快些！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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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哈哈哈哈！
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丹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法，还化作我模样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大毒品，我早该踩到是你。<笑>恕罪，恕罪。哼，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<笑> 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，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，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。 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<咳>